做好一切准备。永恒的太阳之光依然指引着我们。我会伴你游历鬼魂之地，请到安宁地与我会合。马拉达什马拉诺尔，我会尽责保护艾泽拉斯。愿太阳之井的光芒与你同在。我们曾经做出许多牺牲，部落有我们需要的力量。永歌森林的美永恒不朽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当时我们听到天谴军团大肆入侵，我把部队派往祖阿曼附近的森林巡逻，我们措手不及，突然遇袭。奎尔萨拉斯度过了多年安逸的和平时光，突然间死亡就这样降临。如果不是赫杜伦，我在那场战斗中失去的就不是眼睛了，而是生命。言语无法详述那一天我们同胞蒙受的苦难，我们有人能活下来诉说这个故事，只能说是奇迹降临，不容多得的奇迹。我代表银月城欢迎你。银月城会再度繁荣昌盛。重建的工作还要继续下去。奥迪欧夏拉，我要先找的目标。希瓦纳斯风行者当时是王国的守护者，要不是他和手下游侠奋力抵抗阿萨斯，我们这族早就灭亡了。因为他付出莫大的代价让我们逃走，我们才有办法重建王国。我是银月，阿萨斯把他变成女妖，反过来用他对付奎尔萨拉斯，令我们伤心欲绝。虽然我也不认同希瓦纳斯的所作所为，不过我不会忘记他付出多大的牺牲。他曾经是银月城的游侠将军，没有人能够改变这个事实。
永歌森林的美永恒不朽。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奎尔萨拉斯。喂，那个远行者，快去操作弩炮掩护平民撤离。我代表银月城欢迎你，我们的王国日益兴盛。永恒的太阳之光依然指引着我们，愿太阳之井的光芒与你同在。圣光会引领我。Odil Shala。几千年来，太阳之井一直是我们族人的核心，直到阿萨斯污染了它，重击了我们的生活。当时我的信念随着银月城一起沦陷，于是迷失了自我。不过由于圣光的恩惠，我及时找到了救赎。愿这一座纪念碑能一直提醒我们为何名为辛多雷，愿我们的所作所为能向昔日的牺牲者致上敬意。不论我们承受多大的痛苦，都不会因此绝望。面对黑暗，更应该望向永恒的太阳之光。我没时间闲聊，保持警戒。阿萨斯王子，够了，休想再继续前进。安达拉瓜贝洛瑞，你要为自己的恶行受罚。
你或许曾经很强大，不过我感觉得到你的灵魂正在消逝，生命逐渐枯萎。我很乐意熄灭你的生命之火。你这卑劣的怪物，至少我还有灵魂。话别说得太快。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我宽大的给了你们机会投降，可是你们却顽强抵抗。你们整族和古老的传承都会在今日灰飞烟灭。已经降临在精灵的家园。阿萨斯杀光了剩余的部队，使用太阳之井让强大的巫妖卡尔苏加德复活。太阳之井的井水就此污染，无法净化。我们的族人如果继续跟他的魔力连接，迟早会遭受一样的下场。凯尔萨斯王子带着沉重的心情决定毁灭太阳之井。是时候了，愿太阳的光芒引导我们走向终点。是火炮的轰鸣声，阿曼尼登陆海岸了，我们要加紧脚步。
削减不死生物的数量，我们才能过去，剩下的留给食人妖对付，争取一点时间。他对太阳之井做了什么？这曾是我们族人的灵魂象征，现在变成亵渎的腐朽象征，日益严重。利亚德伦，守住入口，谁也不准通过。我们会守住防线，撑到最后一刻。Selama Ashala Nolay， 快跟我来！誓死保护博学者，一定要抵达太阳之极。Yeah!
我不能攻击他，我不能攻击那个目标。看起来有用，博学者继续加把劲。我们族人最悲惨的一段历史就此结束，跟我来，我们该把灯笼带回银月城了。记住，定义我们人民的，不是我们经历多大的惨剧，而是我们如何一路走过来。我们从过去的灰烬，带着希望的火苗，迈向未来。
我们曾经做出许多牺牲。我很荣幸在此赐予你族人最伟大的英雄才能穿戴的服饰。Belono Silado, Belore Dorai, 辛多雷的勇士，请起立。零食、点心、幸运星，还有宝物。小心雪人。